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台东当年都会期盼的炸寒蛋、通电盒、油粽，还有慈善开饭都宣布取消会。不过有条强庙，还是继续有传统的行村法通。台东县政府就讲，无办法不准大家冇行村。不过提醒民众呢，要遵守防疫规定，希望强拍为本人法。在厝堂下都有自拍的相，就算台东长一班的帮寒单老联合严格，因为疫情逐渐取消。不过还是有条的强庙继续了拍行村的法通。今日是三年次恐吓，虽然大部分的民众都有戴着 MM， 不过还是有人无正确的戴戴，逐渐出现防疫的问题。同县政府呼吁民众，天朝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，全程做戴好着 MM， 希望爱发。颜色的安尼接近吼，安尼尊重，但是还好底下呼吁吼，所有的庙的也着诶附近人、头人等一天吼，要尊重中央的规定。去年因为疫情取消的帮寒单的发通，要强庙就用七宝无开放的方式来做。不过今年生行较大条，可能将我图录像的画面变得妙如何，被民众来看。网络泼出去说，哎，我们有炸寒单，就因为说有很多外地的观众会来，会怕这样哈、此上有五六十年历史的长一班开饭单老人家发通，因为防疫连三天一年取消。轮出多位奉献村长，所以当无奈何。不过也希望疫情结束，各地人用更加澎湃的料理来招待大家。下个新闻，陈国明，台东报道。